族人们共同合作，把新香兰教会三楼的废弃物一个接一个的接力传送到一楼站在卡车上的年轻族人。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台东达鲁马克部落的族人，因为得知新香兰教会与猎人学校受到祝融的侵害，特地前往协助帮忙重建。达鲁马克青年团就二十几个，然后我们大南教会下午过来的也是有十几个，在教会里面协助的就是我们东排中会各教会派员来参加。那因为我们在58年，我们村庄、我们部落就大火嘛，把整个村庄都烧掉了。我们就是那种感同身受，去经历他们现在正在经历，并且协助他们的需要。随后，原民会主委一将巴路尔也到新香兰部落访视，并发送急难救助金50,000元给受灾户。发放慰问金之外呢，最重要的是，公部门有没有在公部门的资源里面可不可以？协助猎人学校跟教会的一些重建的这个修缮的这个资源的部分所以今天特别来这边亲自跟我们的戴牧师还有萨基努呢来了解他们实际未来复建的状况公部门有没有需要可以协助的地方。访视中，受灾户特别向主委提到，他觉得消防队在救火当时并不是很顺利，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方式，因此主委表示。未来将会跟消防系统来做这次火灾的一些通盘检讨，让部落救火救灾系统能够更完善。原视新闻 比亚台东太麻里采访报道。